快快快，见一下你最讨厌的人，是大宝。快快快，你最讨厌的人是谁？也是大宝。快快快，你最讨厌的人呢？还是大宝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们在课次鬼当好朋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师，我来说吧。小雪，我的手受伤了，你能帮我写作业吗？其实我的手没事，我只懒得写。不行，自己的作业自己做，而且被发现了是会生气的。哎呀，老师不会知道的，作业给你了。大宝，大宝怎么这样呢？算了，就帮他一次吧。大宝，今天轮到你值日了。哎呦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大宝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你先回家吧，我帮你带伞。那都不好意思。没事的，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？那就谢谢你了，兄妹，我走了。嘿，去玩了。哇，辣条的味道好香啊！小白，你桌上这么多零食，让我吃点呗。啊？你不是肚子疼吗？肚子疼还是少吃零食吧。哎呀，我肚子不疼，我是装的，我只是不想打扫卫生。大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不要给你吃我的零食。我偏要，喵喵喵，真好吃！哼，不理你了。哎呀，真舒服，作业不用写，卫生也不用打扫。大宝，这道题怎么做？你给我讲一下吧。哎呦，我的头好疼，受不了了，我得休息一下。大宝，你真是，哼！想让我帮忙，我才不要呢。大宝，快快快，让我用用你的伞。我没有。啊，你手好的不就是伞吗？我这是我的伞，我不要借给你。再说了，外面下那么大的雨，我还要用呢。我用一下马上回来。不行，我现在也要用。哼，大宝，你真小气。大宝，我现在要给老师送作业，你帮我去学校门口拿个东西吧。帮你可以，把你的零食给我吃，不然休息让我帮你。大宝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找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都会帮你，现在我们找你帮忙你就各种借口不帮我们，再也不理你了。哼，不理就不理，反正谁也不想让我帮忙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宝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大家把你当朋友，你却利用大家的善良来欺骗他们。可是我们是好朋友，他们帮助我是应该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帮助大家呢？那是因为我太懒了，我不想动。所以小雪他们都讨厌你，不要和你当好朋友了，你再这样大家也都会讨厌你的。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。小雪小兵熊妹，我以后一定会改正的，我们还继续当好朋友好不好？反正我不信大宝。我觉得可以给大宝一次机会，小雪你说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大家觉得呢？我们要不要继续跟大宝做好朋友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